大家好，今天是2014年3月8号，星期六下午，妇女节，来弹一首有关你们妇女的一首女生的一首歌，是由我们的台语天后江蕙所唱的，叫做《抛虾》，有一种很不舍的感觉哦。嗯，抛虾，待嫁女儿了，要嫁出去了。出家了，嫁出去了。